啊，你们说验证过没有？老板，你吃饭了你看。我留给你了。他得上班儿，他完了。对。等会，等会，那没有等你了。你看你进不来，他上门了。啊，嗯，我这就上班。什么学生？是什么学生？我昨天过那什么了？那个单位的年会了呗？没有，这里没有。啊，银铃。哦，银铃。放到家好半天。今天业务跑的不孬了。吃煎饼。那个笨鸡，还有炖那个土豆炖牛肉，他妈血糖高，不能吃猪肉。我尝尝腐竹炒的面，时间长凉了，嗯，好吃。你吃收拾是吧？收拾收拾。对。姑再见吧，再见，给他再见。拜拜。哎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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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再见了。再见。小妹儿一个见识了，你广场那广场，陪你广场还会吧？广场，哎，陪，快吃吧你，快吃，坐下快吃吧，嗯。会的不少了，会的不少了。小孩子都是感冒的多，就是昨天不下雨不下霜。对，俺那个办公室里也扛，也穿上了。
该扔的都不扔，这天不肯扔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姐，今天带着俺儿女去检查身体去。今天我上他这来了，是吧？我绿地了。你叫车了吧？南门进，从西门进，我进去之后把那放到那个南门间，从那那少走一段。哦哦，西门也进，从那里从那个地方过。西门能老早的拐弯。这不现在跟他们一样拐。哦，我那行，西门也进。还在那么多人呢，我没拿病历来，我没没，拿的身份证带的。有的人挂个号，有人也带不来，不看一下。再看他还得检查吧。查这个，查血，查好几项嘞。查这个肝功，又是血糖嘞。看这个看病的人可多了，大部分都是孕妇看病的是吧？就是检查的。你的是163是吧？起病163号到四号窗口。哎，到你了，快！起病164号到三号窗口。哎，你好，我这个是往哪送的？40号。起病165号到6号窗口。起病166号到5号窗口。还得上电梯。电梯。多重啊？73。
73。73146。146不算很沉。量血啊为啥这是量血糖的血压